希特勒为什么会逃离地狱回到人间？恶魔灵族还能把他找回来吗？嗨，各位宝子们好呀！最爱你们的山姆大叔又屁颠屁颠的跑来了。今天我们又要扮演什么角色呢？我是一个牛逼的僵尸，因为我把恶魔灵族找回来了。哦，哈哈，大兄弟，你这一看就很厉害呀！老大，客套话就少说了吧。这次找我回来有什么事儿？希特勒，你知道吧？有点印象，穿个女服装，还挺喜欢吃菠萝。我说最近怎么在地狱一直没有看到他？原来是逃了呀！废话，玩了这么刺激，四个人都要逃呀。不过，我都还挺想看到他吃菠萝的画面。走走走，怎么样，恶魔领主？希特勒在这儿吗？我仿佛闻到了他的味道。那就上吧！我全牛啊！恶魔领主的小弟能把人类快速感染成僵尸，自己在后面疯狂输出就行了。吼！感受来自地狱的恐惧吧！我去，这也太爽了吧！我们是不会放弃的，老后脱机！哼！你们这只是徒劳啊！我死了。好嘞，还真死了！僵尸们，快去干掉他们！啊，老大，恶魔灵族，我有句话要说。啊，你说。我发现，你是看到希特勒在哪了吗？我发现他没在这儿。啥玩意儿？你也太坑爹了吧！那现在怎么办？你真的能找到他吗？我感受不到，但是我提议攻打这个城市。啊？有什么说法？因为这个州是与外界的连接口。只要把他攻打下来，希特勒就跑不掉了。对哦，机子呀，冲！这个城市还挺大的，你有把我打下来吗？放心，我可是恶魔领主啊。那就上吧。好、哦，不对啊，开门出去干。不过僵尸只有这么点，感觉会出事儿。啊，我死了。果然，那就所有人跟我一起上，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城市给拿下来。感受剧毒吧。吸血鬼伯爵降临，我们还在呢。什么？雪怪哥，释放出你的暴力吧！成功拿下！可恶的僵尸，竟然还用这么卑鄙的招数！呵呵，准备回地狱去吃菠萝吧！